从古拉波瑞坐船进兰卡威岛，大概1小时到达兰卡威。到达兰卡威，肚子饿了，先来个早餐，开始装我的脚车。老婆不在，装好脚车在酒店外面走走看看美女。来杯咖啡，提提神。有惊喜，有快乐。报名费200块，送了这堆东东。巧遇 YouTuber， 准备开始啦！鸡仔们准备出闸。天气还不错，我骑去荷兰，停下来看看风景。其实是脚累了，骑不动。开始上山了，可以回家了吗？到达休息站。吃吃蕉，喝喝水，继续骑，大概还有一半的路程。到达黑沙滩，拍完照片继续骑啦。终于完成任务啦！这条贝壳链还不错。折磨完自己，准备回家睡觉了。弟弟沃多的 Grab Food 送到了。